我们按照制作工艺把中国的茶类呢分为六大茶类。绿茶特点呢是清汤绿叶，它比较新鲜，氨基酸含量是最为丰富的。黄茶呢在绿茶的工艺上多了一道焖黄，所以呢它在焖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大量的消化酶，它比较适合暖胃养胃。白茶呢是福建的特色，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福鼎的白毫银针，它外形满披白毫如银似雪，而取名白毫银针。乌龙茶是半发酵茶，它在绿茶和红茶之间，既有绿茶的清香，又有红茶的甜醇。我们今天选用的这款乌龙茶呢，是广东凤凰山的凤凰单丛。红茶呢，我们说是一见钟情的茶，它的外形呢细小紧直，而且它的汤色呢红汤红叶，也比较甜蜜。黑茶呢属于后发酵茶，具有越陈越香的特点。我们今天选用的这款黑茶呢是广西六宝黑茶。六宝黑茶呢它也是具有去湿气清湿热的功效。